印证一下你的话可信，因为你的行为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言行一致。现在人都嘴巴很会骗人的，我说诈骗集团很多，讲的像真的一样，但是事实上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多骗人就是这样。所以攻克己身，叫生活。那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？我们来看那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啊，这个我们最近在查希伯来书啊，对不对？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，在315面啊，这里就讲到一个关键。因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赶不上？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在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呢，在那晃来晃去都停滞不前？关键是在哪？虽然他有聚会啊，有听到，但关键在哪？315页啊，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，我来读，请各位看。他说：“我们既蒙啊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。”来到神面前不是随随便便的啊，要敬畏神，要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信主的根本在混，他根本都跟不上那个进度，信心没有成长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呢所听见的道呢与他们无异。他听了几十年的道，一点益处都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听得到，听了那么多的道，十几年、二十年的道，为什么我身边没有成长？因为你听得到呢，没有与所信那个信心调和，意思就是说，我没有去想要去做。现在我们最大的败笔，很多基督徒是听到经。那个头那么大，像外星人一样，那个奇怪的外星人，头那么大，然后那个脚那么小，脚就像底部像筷子一样，他手也是很小，都像筷子。你说头大脚轻会怎么样？走两步就跌倒，所以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所以现在基督徒不像样就是这样，这个就叫不像样。头很大，听到啊，听到经了、啊。很会批评，哎，牧师你讲那个，哎，那个怎么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对，那个不对，哦，这个有缺点。其实呢，听到呢是要想，要用信心来调和。那信心调和是什么？第一个很重要，我们看后面的、啊、第八节，这个，第七节啊，他说，所以呢，过了多年，就在大卫书上呢，就是诗篇里面，大概是。上有限定一日，如以上所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啊，要用信心调和。第一个就不要硬着心，不要说，哎呀，这个我都听过了啦，你讲上句话，我下句话就知道了，我会讲一点新鲜的，啊，硬心的哈，哎，这个哎呀，没什么新鲜的，啊，老调重弹。问题是我有没有去做？你有没有想要去做？你有没有活出来？所以不要硬心，要用柔软的心。然后我们来看那个十一节啊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呢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。这个就是要努力进天国了。那个马太福音有讲，天国是努力进入，努力的人就得。就是说，今天给我们发现到呢。我们来反省自己啊！我们之所以在灵性上呢，在生命上没有成长，最大原因就是没有怎么样用信心来调和所听见的道。我听得到以后，看见自己本来的面目，哦，原来我是那么差的人，我还差一大截。那我没想到我怎么样去进步，你要活出什么果子来？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啊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啊，忍耐、恩慈、良善啊，信实、温柔、节制啊，这些在我生命中有没有？有没有出来？有没有出来？哦、那没有要怎么办呢？还是像那些有的人讲的，哎，这些东西，像长老会啊，我不是说全部的长老会，很多长老会信徒啊，有很多包括他们执事长老或者他们信徒来到教会说非常虔诚。我很虔诚，
一出了教会啊，就是另外一个样。我有去过那个他们教会聚过会，我就很清楚，在教堂里面很虔诚，出了外面完全就是世俗的样子。那你说这个就是不信从的样子，对不对？你听得到，根本没有照道来行嘛。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啊，我们就很清楚了。对，你说哎呀，用信心调和，怎么叫用信心调和？你看雅各书第一章，我后面翻那个329面啊，这个圣经都讲得很清楚了啊，只是说我们有没有把它放在心上。22节嘛啊，开始，只是你们呢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这个我们都很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单单听到，只是自己欺哄自己，搞你骗搞你，啊，因为没有去行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，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比如说，啊，我看到我是那么自私的人，牧师讲，对啊，我都一天到晚都是想到自己，我没有想到别人。我在家里面也是这样，会跟人家计较，会跟我兄弟姊妹在计较，我不肯吃亏哦，我不肯让，爱心那么小，狭窄。哎，我看到我本来面目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听到出了门就忘掉，离开教堂就忘掉。那真正有生命的人是怎么样？有能够在神得到。在神面前得到赏赐的是什么？是25节这样的。他说：“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，并且时常哦如此哦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这得福是什么？得赏赐。真正对信仰认真的人哦，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了。”你讲台所传的，你不要全部都信啊！别人所讲的什么异端邪说，你不要全部都信。你要去详细，要去查验。查验你圣经不熟，你怎么查？对，你基本功不够嘛。所以你必须要圣经要平常就要努力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这个讲的到底是不是异端？啊，我来查查看。圣经查来看，啊，如果说，哎呦，我以前基本功不够，啊，圣经一遍都没有读过，那我就请教那些比较资深的、比较懂的，总是有嘛。牧师也就是做这个，但是牧师也有低阶、中阶、高阶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低阶不行，耶稣都会去请教耶路撒冷的长老，那些那个12岁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耶稣都会请教呢，都去跟他们讨论呢，学问学问嘛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哎，我们这个功夫有没有做？哦，你没有详细查看，啊，把神的律法就是神圣经呢，啊，还是说听了就忘掉了？啊，我自私，我也没有想要，哎呦，不应该这样哦，我要改变哦，要爱心大一点哦，哦，要记得哦。每天要注意这个事情，你如果每天有在注意这个事情，要求为这个你的爱心要求神把你增加，你有祷告啊，主啊，我爱心不够，求你加添啊，让我爱心够一点，大一点啊，我智慧不足，求主加添啊，我能力不足，求主加添，哎，上帝很喜欢你这个祷告，上帝很喜欢，上帝就会慢慢加给你。主啊，我看圣经看不懂了，求主加添。那我不要说啊，看的都是那个，好像说一片空白，啊，字都懂，但是意思都不懂，啊，进不到真理里面去，啊，如果你有这个困难，你也祷告啊，祷告做什么用？祷告就是求这个啊，不是求我给我发财啊，哎，给我这个凡事顺利啊，就是说找工作也顺利啊，什么都顺利啊，健康，当然这个是附加的，上帝会给。但是那个不是主要，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这些都要加给你。就像你去那个西餐厅啊，点餐的时候，你主餐点的那个副餐都有了嘛，对不对？我牛排一块，然后
看你几百块的，你点了那个副餐都有，对不对？不要点副餐了，你就点主餐就好。祷告也就是这样了，祷告是用在这里，不要一天到晚就是说求神医病啊，求神赶鬼啊，求神这个给我发财啊，什么做生意顺利啊，什么顺利啊，啊顺利后来又怎么样？你顺利你就骄傲了，对不对？你发了财你就骄傲了，那这不是更惨吗？哦，发了财更自私了，那不是更惨吗？你顺利点你就眼睛往头上长了，那不是更糟糕吗？那上帝不会给你的啦，你放心啦，那是给你是害你。这个一般的道理啊，人都懂，不信主的人都懂，我们都看得出来。你比如说爸爸很有钱，儿子呢就是只会花钱，那你再多的钱给他，他就是吸毒嘛，对不对？心坏掉，宠坏了。上帝会这样吗？人都不会这样，上帝也不会这样。那有的人会这样，因为他很，就是说他根本没有那种智慧的心，爱儿女怎么教儿女，对不对？他只会给钱给钱，那不是害儿女吗？很多父母不会做父母，就是这样。而儿女只会要要要要，因为要的太容易了，所以就懒惰了，也不愿意去工作，因为工作很辛苦啊。啊，老爸有钱啊，有富爸爸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产生依赖性了，他反而把这个小孩子纵坏。所以现在很多那些大老板啊，他也知道富不过三代，那要富过四代五代怎么办？小孩子就把他从小的时候就出去训练，你不要从基层干起，你要去，你不要靠老爸啊，你自己去发展。那有的儿子也很争气哦，那老爸就不给他，他就出去自己奋斗。像洛克菲勒啊，那美国那个石油大王，他儿子大学毕业了，跟老爸说：“老爸，我能不能回公司工作？”老爸说：“可以啊。”你做什么？要我做什么？你给我哈，从一楼倒茶倒到二十楼。他那个有一个北克，这个是那个洛克菲勒大楼，对不对？在纽约啊，很有名，对不对？你给我从一楼倒茶，倒到二十楼，做基层干起。你要工作是吧？可以啊，你要打工可以。然后倒茶倒了几年，然后再做小职员，然后小职员再升科长，然后科长再升主任，慢慢升经理，慢慢升上，搞了一二十年，全部摸透了，到最后呢，老爸要退休了，交给你，他才会弄得好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从基层干起，他晓得下面在想什么，做什么。那你一下子空降部队下来，你下面在搞鬼，应该干什么你都不知道，就是为什么富不过三代，就是这样，他不知道怎么教育人。那上帝比人更有智慧，他要赏赐给我们，他是好的，比那个父母给我们的还好，都是好东西，最好的。但是呢，他为什么不能马上给我们？因为还不成器嘛。你不相信，我们当中每一个啦，包括我在内，今天一下子给你一亿，你会变成什么样？可能牧师跟你打招呼，你都理都不理，穷鬼，穷穷到，你马上是这个样子，而且呢，马上就是吃喝玩乐，甚至嫖赌啊，甚至干什么都来了，坏事情都来了。这个坏样子啊，我们有那个劣根性在里面。对不对？你马上虚荣心就出来了，骄傲的心就出来了，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势利眼的心就出来了，然后什么什么坏样子都出来了，那个罪的本性就出来了。上帝不知道吗？太知道了，马上就把自己给他掰扁，哇，我那了不起哦，然后怎么的，瞧不起任何人。那上帝给我是害我，如果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要活出来，你一天一天要有新生的样子，你就要基本功开始。大目标是上帝会给你的，祝福是有的，
但是我这个心胸不够大，容量不会太多。你心胸越大，上帝啊给你是无限量，我跟你讲，看你有多大，你有多大就给你多少，上帝一定会给你丰丰富富。那这个就是信心的嘛。如果我没有信心，我干嘛去受这个苦啊？我干嘛要吃这个苦啊？我干嘛要受这个训练啊？很多人你看，你做任何职业要考证照了，要爬了，要爬到上面去了，不要说别人了，你看副教授要升教授，你还要做研究，做很多研究，还要出书，然后还要提交去审核，哦，通过以后，被肯定以后，哦，才升你到教授，都很辛苦的呢。你在世界上赚这一点点钱都那么辛苦啊，你要赚永生不辛苦能够得得到吗？不可能的事情，你就用膝盖想就知道，不要用头脑去想。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是因为白白得来的恩典啊，就认为大而化之，哎，我什么都要白白的，怎么样？你要我付代价，我就不要，没有这回事了。我告诉你，不要就等死吧，对不对？上帝也不要你了。兄弟啊，无遗憾呐，对不？你不要以为你有多宝贵哦。上帝拯救我们是可怜我们，那今天我们得到了，我们要以这个得到的为宝贵，哦，不要说是，以为我很宝贵，所以上帝不会丢掉，不是的，我们其实都是该死该灭亡的罪人，都是粪土，但是今天上帝拯救我们。把我要变成金金宝贵，你要愿意被他造就，贵重的器皿，成为贵重的器皿，还是成为卑贱的器皿，这是看我们的决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多思想。最后我们来看第二哈，我们就要结束这个思想天上的事情。如果我真这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就是说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呢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这个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呢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。但是你没有吃过苦，没有从苦中得胜，你怎么得荣耀呢？对，耶稣都吃苦，学了顺从。因为苦难学的圣旨，希伯来书也讲，对。那耶稣，我们做门徒的能够大过老师吗？做学生的不能啊。所以这条路一定要走，你不走就不要来，好，天堂就无份。那你要就甘堕落，有的人就沉沦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要力争上游，你就要努力。所以你就思想天上的事情呢，因为。就是灵命成长的事情，结出果子的事情，就是天上的事情。就是我这个人怎么样能够越来越像耶稣，将来能够被耶稣肯定，耶稣来的时候呢，我能够被耶稣接纳。我们知道现在意外很多，对不对？有的人说啊，主再来，主再来，那好远啊，主什么时候来？讲了2000年，我告诉你，不是那个主再来那个日子。主在那日子你不知道，他是像贼一样，他一下子就来了。问题是我在主再来的时候，我预备好没有？问题在这里。不，你不要人家讲到什么讲到什么什么理论，什么理论，什么神学理论，那个都不要去想。想问题是我本身在主再来的时候会不会被提？我有什么条件会被提？神提我有什么条件？圣经上都有讲，你要思想这个事情，就是天上的事情。如果不能被提，你懂得什么什么千禧年哦，前哦，千禧年后哦，千禧年中哦，千禧年什么理论，那有什么用？都没被提有什么用？对不对？你懂异端有什么用？没有用嘛，那些知识都没有用。问题是我有没有被提的条件？我有没有预备？我现在有没有预备？因为我们知道，那个打开那个电视啊，或者打开那个报纸一看啊，有好多车祸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些人在街上，他也不知道今天出门怎么回不了家，谁知道？他知道他就不会去坐车了。我们也是一样啊，你不要以为只有不信主的人是这样，我们也是一样。
我今天出门回得了家，回不了家不知道。我们最后来看雅各书这个第五章啊，最后看完就结束了。你看人的骄傲就在这第四章332篇第十三节，我们要敬畏神啊。你看现在天灾人祸那么多啊，那个墨西哥大地震的是吧？那晚上睡觉就起不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921也是这样。他的13节怎么讲？嗨，你们有话说啊，今天明天啊，我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呢住一年，然后做买卖得利，做生意了啊。其实呢，明天如何呢？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呢，就是我们的生命了啊，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啊，就是你们的，就是我们的啊。原来是一片云雾呢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，就是中国人讲的气数啊，大限气数。15节，我们只当说呢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16节，现今呢，我把你们给我，我们竟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。那意思是说，我知道神的心意，要我思想上面的事，我不去做。你思想神的事情是善，对不对？灵命成长是不是善？善，但是我不去做，就在犯罪，就是犯罪。犯罪不一定要十恶不赦啊，杀人放火。很多基督徒为什么生活在罪孽当中？因为听到没有照道去行，没有把道放在心，所以我们祷告上帝不听，因为我们在犯罪当中，没有悔改。要认罪，不但要认罪，要悔改，上帝才会拯救到。求神恩待我们，我们彼此提醒了，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，我也想到我自己，那也希望你们也能够同样能够得到圣灵的光照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都安定在天，为的是要提醒我们，要我们不要被世界今世的事情迷惑。魔鬼就常常用这个五花十色这个地上的事情来迷惑我们，来勾引我们，让我们眼目的情欲啊，肉体的情欲啊，今生的骄傲来骗我们，让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呢都花在追求这些事情上，那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面子。但愿主你让我们能够悔改，能够醒悟过来，能够专心的在内在的寻求你，而不是在外在的寻求你。为了要得着内在的我们爱心信心的扩大，智慧的增长等等，我们求主你加添给我们属天的智慧，让我们能够谦卑受教，愿意预备自己等候主再来。因为我们的生命非常脆弱，明天会遭遇何事，事实上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今天都是活在你的怜悯当中，我们才能够站在今天能够有气息。但愿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，让我们在今世活的日子就好好的利用每天能够掌握的时间，来多多的来认识你。因为地上的事情都会过去，唯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的，你赐给我们的永生也是永远不变。我们得着永生，就不怕这个地上失去的一切事情，因为你给我们的远远超过地上所能所求所想。愿主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界，让我们有意向有目标来活每一天的生活。感谢赞美，因为你是爱我们的，你愿意我们得胜，你愿意我们长进，你也愿意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恩典，更多的祝福。因为在你是没有难成的事，你愿意把所有的福气都赏赐给我们。求主就让我们能够心胸扩大，承受你的福气。谢谢你的恩典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